道教总会台北市道教会，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列子杨朱能做大事情的人，不会去计较细小的事物；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也不会去关系小的事情。安时而处顺，安月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地之陷阱。庄子养生主安于四时变化，顺应天理，快乐和哀伤都不能进入心中。古代人称这种做法是自然解脱，能够解除倒悬之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走上千里的路途都要从第一步开始。要想取得大的成功，一定是由小成功积累起来的。桃园市道教会南投县道教会花莲市道教会吉特县市道教会中华道教嵩山天宝圣道宫中华道教学院中国太上全真会逍遥道场剪辑。